阿边啊，阿边，起来了，走喽。好冷哦，今天。哎，很大的风哦。只是风大，海上不一定大风的，那么大的浪哦。那你说还要出去？打电话给维哥。我不去了。哇，还在那里一个人哦。走吧。看看你。我说怎么没有去码头这里呢？我的个妈呀！你这个人不行哦，你这样子独自发财不行哦。哦，很大个哦。你在前面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喂，这里。维哥，你是捡的吗？这里。喂，好。跑出来了，这里一个，所以我说浪大还是好的，那里一个，阿斌，这里有一个，你是太冷不想干活吗？这里，哎，我这里有一个，那是捡钱，所以要浪大，风大浪大，这里一个，哇。这个刚刚，我踩到一个，那有，不用香港脚的，你信？你不用摸我的脚，有香港脚的，人家很臭。姐，大台，超大这个，这里一个。哇，很肥哟、哦！哎，这里一个，哎，这个浪太大了，这里。哎，维哥，那里，那个沙白就好像在水里面滚一样哦，它直接滚了卷的哟。哎，在这里还有一个，很大个哦。哇，那个外面的浪很大。啊、我脚踩到一个。有一个假的。那里有一个。那里。我发财哟。应该有个四五斤的。有没有四五斤维哥？用了哦。我不想拿去镇上卖了吧，留一点吃就可以了。那刮完了以后浪跑了再去吧。啊。我电话。干嘛？我老公是那个。喂？我在外面啊，怎么啦？怕什么？我飞回去吧，现在。等一下我就回去了，我不会怎么样的，也没有很大的浪，好几个男人保护我了，哈、啊。没事啊，我等一下就回去了啊。啊。好，涨潮了。涨潮走了。哇。要拿去卖了，这小的不要了，等一下这个浪上来就打掉的。你们一台一台一百，我不知道。沙巴要不要？沙巴。
五斤啊，好好好。好大的。你自己挑。阿斌，你这个什么称来的？在阿姨那里称一下呗。可以啊。老干。多少斤？来。啊，你去，你去，到了时候也买点吃的。来，走。啊，阿姨有没有烧饼？盐，盐盐吃不吃？啊。来，对，要不烧饼？要不要沙巴？哎呦，沙巴，拿袋子。还不要啊？全部。啊，养过了。哎，拿走，找干粮，找干粮。哎呀，拿走，拿走，就这样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啊，不客气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妈妈去换硬币了啊！你少少心意。哦，多谢啊，多谢啊，师傅，多谢，多谢啊。阿边，阿边，这没什么风哦，凌晨三点钟。六点钟很大风，六点钟起风嘛。他们都到了。啊，你们到很久了。我都说每一个石头都有螺了，很大哦，猫眼哦，纹头螺、蜡螺，有没有小螃蟹？什么？不要跑！哎呀，厉害吧？哎，螃蟹啊！什么？遇到螃蟹不容易，是这螃蟹，这里有一个，啊，哇，可以，哪里啊？哎，看到没？我哎，他们打架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，这个不要了。哎，打到鱼。哎，这个八爪鱼的吃力很厉害哦，阿平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我那个大，那个大，发财，这是一家三口哦，三姐妹，三姐妹，哎，那里又有一个阿斌，那个真的是遇到螃蟹窝，真的是发财哦，哇，一下子，一下子真的发财哦。哇，很多螺！哇，下面很多螺！哇，哎，维哥，那你是不是？哦，你还想跟我跑？我又有螺。喂，这里又有一个。打不过我们。哎呀，喂，维哥，那你，喂，喂，不行不行啊你，喂，跑了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又有一条，这个跟阿斌一样痛。那个石头鱼，那个，哎呀，刚刚那条大的跑了。你说那个石蛙，它还会不会回来呀、啊？我出去赶海回来呀、啊。六点钟就开始卖肉，你小孩好一点了吗？还没有啊。医生说什么时候会可以回来？医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。嗯。一直都是他妈在那里照顾他。哎，一月要花多少钱？一万多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这父亲
为了孩子已经掏空了家底，从他哽咽的话语中也能感受到他的无助。走了啊，谢谢啊。把他呀要卖螃蟹，演员要卖螃蟹啊。叫太便宜，我是真的不买。来个光阴。哦，螃蟹，螃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步走中回流，为着是他。嗯，阿姨多少钱一斤啊？要钱不行不行，那做生意就是要钱的。好，爸爸给，爸爸给鱼鱼好不好？爸爸给鱼，拿鱼鱼。卖了200多，花了10块钱，买鱼吃。好吧，用鸽子煲墨鱼汤，天气冷了，早上买了一点点排骨，早上那个我忘记带钱了，早上碰到那个猪肉佬啊，买了100块钱的排骨，你帮我拿给他。他儿子的情况也不是很好，我这里前几天卖东西啊，还有2000，你帮我一起拿给他吧。情况还不乐观吗？你先拿给他吧，等一下回来我再跟你讲啊。你去拿给他去，带素颜去啊，我煲汤。走吧，素颜。走。走。哎。啊。替永勤啊，唔使走，有咩困难同我讲下啊？有冇？诶，少少心意啊！多谢啊，多谢啊，师傅，多谢多谢啊！唔使客气咯，好好好好啊！到底想玩把戏抑或逃避，人来人去后回望着下世纪，情感的风筝半天飘摇飞不飞，我只是想象你下天高。喝点汤啊，都来吃饭了，慢慢弄慢慢弄啊。一碗哪有我煲了一个墨鱼汤，全村的人都来了。你看，再喝一碗。看，平时都不来的。猪肉佬，他儿子啊，从去年到现在还没有好，每个月他说每个月要10000多哦，每定期给他增援一点嘛。好，可以啊，别人有困难是吧？一直的都是还在医院那里。对啊，因为完全变成植物人。他呢？就是动不了，走不了。有意识吗？有意识，但是全身都残疾，就是瘫痪了，动也动不了那种。天气了。毒气赶海咯。四哥要去考察案的。我谢谢哦。哎，一人一根。我吃完了呢。逼的，我的呢？来，我也在你那里。走了，拿东西走了。很香啊。四哥说他要吃烤肠，他说他要吃5根，结果被你们一人一根卡了，等一下都涨潮了。好多人都跟我说，他说小鱼，你把阿平从一个帅小伙熬成个大叔了。小白脸。镜头很大，哪里？哦，是哦。一到这种天冷，镜头又出来了。啊，有螺。螺慢慢出来了。冬天了，都是捡螺。冬天又到捡螺的时间来了。猫眼螺，它有点长得像那个石头。阿斌，一抓一把啊，你看。不过太小了，等到它们大了，我们再来。哎，那里一个螃蟹。螃蟹少了哦，发财可以。螺比较多哦，螃蟹少哦。一点几个大的阿斌，现在它还没有到冬天，到冬天的时候啊，
那个纳罗啊，它就成堆成堆的，就利用在一起了，抱团取暖。有螃蟹。香螺。哪里？来。看我的螺，八爪鱼15块钱一个，赶紧找。我老公行行不行？哎呀，有个八爪鱼。嗯。哇，这个下面又有螺，不大，所以它便宜。多的时候，大的时候啊，20块钱一斤哦，对吧？我带你回去，才三个，又有一个。哇，这个他可能到我来了。哇，这个大猫，两个，那个小的，他都在跑啊。我看到了。哪里？哎，海海，可以一把螺，一个螺，一个螃蟹，可以。它会钻哦。喂，放屁哦，它在。四个。喂。五个，五九三十五。上五个，这不是关系上的。哦，哦，下面的螺发财。哇，下面螺发财。哇，提都提不动了。阿姨。这个阿姨很有的，啊，你也有八爪鱼啊？比我们都多了。哦，哇！你看，又有八爪鱼，还有螃蟹，螃蟹螺比较多，现在哦，慢慢螺多了哦。哇，可以，看到没？嗯，是你很懂人。哇，螃蟹，螃蟹。哇，好羡慕！阿平基本上每个石头都有螺啊。喂，哎，又有螃蟹。多螺，下面哇，下面有螺，都有小辣螺了。很多的螺。很多年没捡过螺了。很多年没有那么多螺了，很多的螺。哇，哪里？哇，四个，你看，这个螺才叫多，密密麻麻的。哎，阿平，阿平，你看这鱼，我这鱼，哇，鱼。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看到没有？丑了，丑了，跑了。抓到它！哇，抓到，抓到！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像那个刺猬一样哦。哇，看刺了！哇，看刺了！哇，看刺了！看刺了！看刺了！哇，哇，哇，哇！哇，发财！回家回家啊，不要在海里面游了，我带你们。哇，不生气了啊，回家啊，带你们回去煲汤啊。今天的东西多啊，阿别，我等一下拿去菜市场把它卖了。你要把钱算算准了，别大学的毕业的。什么？我19、35。你会不会了？会了，又送给你去。会了，会不会了？对啊，很好的。等一下把篮子还给我啊！啊！你不能。五七三十五。啊，5735。不是一压两压，2斤半哦，那是2斤半哦。2斤半哦。1斤8两。什么20块钱？不要骗我，100块钱一共。我忘记拿手机。5945吧。赖淑妍。你姓什么？姓什么？
姓什么？好，姓赖。几岁呀？几岁？几岁？两岁啦。生日了吗？生日。生日啊！梳完头发，你就和婆婆去玩。妈妈等一下去洗生蚝，洗完生蚝我们就过海，买生日蛋糕好不好？生日蛋糕，我们去搞好了，交给你了。来，姐姐玩了。谁会被对方拥有？在你一瞬间，思念悠长，如中的中要多。是否可把真心话练成绝句，叫你为我流泪？如果必须等到初夏雪花纷飞，看一下那边的肥度啊。哦，那边的好。今天多吃一点啊，家里很多客人来啊。好，今天大叔爷生日，晚上很多人来吃饭。再看一下这个。天飘飘飞不飞，怀中是流长，地厚天高的距离，多好奇，想知你在和我交际，或在布景下练戏。这个蚝肉我们家赖叔爷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就那么亲水煮给他吃，这时间过得好快哦，那马上就是两岁了。今天生日，俩妈妈呀，我弟他们还有一些朋友晚上过来吃饭，烧点蚝回去给他们吃。这个把这东西都收一下，我们准备回去了。今天是我们家两个人生日，赖叔爷和我弟媳是同一天生日，赖叔爷是两岁，这个人是快四十岁。哪里呀、啊？我四十岁，你多大？十八。我把我说小辈，我十八，我十八，你四十。先把生蚝洗干净，里面放点生粉。生蚝把它洗一顿，一顿一顿洗，很麻烦，而且还洗不干净。用水一冲。我叫你早上来，你晚上才到。我叫你来帮我做饭行吗？服务不够贵，知道没有？你要贵一点。他走，我们去交。哦，你好。这个是我很多年很多年的朋友，哎，十几年了吧？十几年了啊，就是常常在市民里面炼奶，这个炼奶是什么小鱼生的三个女儿，这个就是他生的。你这个买的什么东西买这么多？是啊，我就感觉炒蛋糕。哇！放地上冻一会儿，我来闻闻。放不下。要给他买，不用买，我哦，我不要这个，这个不要，不要。这是什么？他买了一个锁链。步走中回流，为着试探，谁会被对方拥有？在你一松一紧中，这个蒜蓉跟粉丝，带壳的放下面，上面跟粉丝，水烧开，三分钟锅可以吃了。你吃得了这么多吗？真的是，鱼头跟生蚝。到底想玩把戏抑或逃避，人来人去后回望着下世纪，情感白罗生蚝水烧开一两分钟捞起来，天高的距离多好奇，想知你在和我交际，或在布景下练戏。唱完生日蛋糕歌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吃饭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我觉得妈妈可能不够吃，我说你给我搞个十份的。然后我一看到芹菜这么大了吗？差两只，就差两只喽。来，来，姐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每个人亲一下。我先来啊，你先来讲。哇，来自己眼睛一下。那个怎么搞啊？那个，那个生日最懵的又是他，最开心的又是这些人。不要吃蛋糕了，拿走，吃饭了我们。想知你在和我交际，或在布景下练气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没有过几个菜，我全部都是生蚝，我是想让你们实现生蚝自由的。好，反正要把生蚝吃饱了再回家。好，回家了以后全部给我生三胎。怀中泄露着地后天高的距离，多好奇想知你在和我交际。这好好不好吃？好吃，是真的好吃啊、哦！对，真的好吃。鲜的，看着就很肥又很嫩。很肥，很嫩。嗯，进步。为什么那个蚝肥的时候大家都那么喜欢？那个女人那么肥的时候。你们看着我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又到冬天，要到收紫菜的季节了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头水菜，它是怎么收上来的。每一年从十一月份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收割紫菜，一直到一二年的清明节以前，那个是我们捞回去的头水菜，头水菜已经切割下来了，然后重新放下去的这一个木棍。长出来的就是属于二水菜了。开始收我们今年第一茬紫菜，大海里面一望无际，漂浮在海面上面的紫菜，是不是感觉像一口大的软缸？它在海里面沉淀，通过时间染出它自己最漂亮的颜色，全部都是一片绿油油的。绿衣裳，你看这海里面的紫菜就漂浮在海里面，一朵一朵的鲜花一样，非常的漂亮。好山好水才会呈现出好紫菜。这个要长很多。重中头奖啊！今年的第一茬头水菜就在小鱼的手上，它握在手上又细腻又丝滑。就像你的初恋女朋友一样，你怎么摸她的头发她都是香的，怎么摸她她都是舒服的，放在嘴里面又脆又细腻又丝滑。紫菜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很便宜的海鲜，其实不然。你看这个头水紫菜在小鱼的手上，它无时无刻都在证明它自己的价格不菲。突然就意识到冷漠，互相捉迷藏，亦未察觉谁更被对方衰索，在你一松一紧中散了忧绪，雨中的钟表都会累，何时方可把这天看看我们现在上岸了，要把这个紫菜钓上来，然后把它切割下来。从海里面上来的紫菜，我们要把它切割下来，做第一次粗略的清洗。等到明天早上准备晒紫菜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做一次清洗。这个就是我们割下来的头水菜。这是进行第一步的切割，等一下要粗略的洗一下。晒在上面要去看，要晒一晒。这个是洗好的紫菜，现在进行清洗。我们的紫菜要从浑浊洗到变成清澈，然后在洗衣机里面洗完了以后，在这边这个洗呢就把这个水搓得很干净。这个紫菜。
中，电棚中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晒了。切好的紫菜，我们现在就拿过去晒啊。啊，现在拿去晒了，一点钟了，现在是凌晨一点钟。做头水紫菜，其实就是和时间赛跑。我们要赶到天亮以前，把那个紫菜全部一个一个做成饼，把它晒出来。难道是我们喜欢大半夜出来做事吗？喜欢熬夜啊？并不是，是因为头水紫菜，它对质量的要求非常的高。我们要当天的紫菜，当天一定要赶时间把它晒完、晒干。当天如果不晒干的话，第二天再来晒，那个紫菜晒出来，它的品质、口感、颜色，它都会大打折扣。紫菜啊，它也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这种手工日晒出来的紫菜，它就几乎保持原汁原味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损伤。还有一种是烘烤的紫菜，晒出来的紫菜它不会一下突然变香，它会随着时间的沉淀，慢慢的散发出紫菜的清香味，吃到嘴里面也是大海的味道。跟弹钢琴一样啊，我的嗦嗦咪哆啦嗦呀嗦呀，是吧？在你的印象当中，紫菜是不是就是紫菜蛋花汤？很多种吃法，像这种冷天啊，可以打个火锅，多舒服。嗯，煲个鸡汤，在鸡汤里面去放点紫菜，那真的是一流。哎呀，终于弄完了。四哥，你要把那个紫菜全部翻过来哦，翻过来了以后，人家继续晒哦。今天的风有点大哈，现在翻过来再晒一下，两三点我们就把它收起来。当天的紫菜要当天晒干，如果第二天晒再来晒，它的颜色、品质、口感，它都会没有那么好。在你一松一紧中散了忧绪，如钟的钟表都会累，何时方可把真心话练成绝句，叫你为我流泪。如果必须等到初夏雪花纷飞，难保我活着，但却已生死。哎呀，你还烧得开水哦。啊，一下又恢复原色了啊。嗯，又脆又滑。嗯，这个头水菜呢，晒出来了以后，它密封在袋子里面，香味它是慢慢散发出来的，而不会说一下子很香，越吃它会越回甜。